地图不同玩法，前面有箱子可以穿上传说中的西瓜行者的脚脚、哦、这个是当你穿上这个脚脚跳起来，你就发现哎，脚下有什么东东？哦，青铜！哇哇哇！谁在跟你快叠啊？天哪、啊！哇哇哇！好屌哦！想要多少西瓜就有多少西瓜，神仙打架喽！哇！哎，那这代表不能下去了、欸。西瓜先打架，除非穿没有你打自己脚下可以哦，但是他就只会往下一个。脱掉就好、哦。我还没改东西，等我。我觉得他应该要绑定诅咒，我们就要绑定诅咒，一定要、哦、一定要穿，是不是？附上去，对，附上去。我们现在变的是西瓜果实能力者、啊，走过都有、啊。果实在哪买？你是跟谁买到的？有人在卖的吗？官方提供，官方提供。天哪、啊！他进组还没玩，你应该要玩啊！都不走路了，我就已经地发呆了。不走路了，不走路了。不要走了，不走路了。他们真的是不跳不走路了。这也变迷宫了啦。怎么不太一样啊？大不了坐在地上吃西瓜、啊，你的眼睛变小了。找到哈记还真不容易。这是怎么设定的？好帅！我意思是，他刚刚躲在角落，不好过啊！哇！总觉得这个地图下面村庄是不是有一些东西？应该没有了，他说明就只是主要调这个。嗯哼，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开场的时候就会打个指令，就让大家都拥有。哦。拥有什么？西瓜鞋、西瓜衣、西瓜头、西瓜腿。你看我抬着坐着的头，不是他眼睛变小，你不觉得、啊？哎呦，神气气！现在感谢粉丝，感谢粉丝提供，太溜了，太溜了！还不能订阅我？哈哈哈哈哈！他是你的忠实粉啊，对啊，粉丝哎，忠实。你可以用西瓜把人家窒息，好猛啊，这个。我觉得这个，那我们可以玩个几场了，好，我觉得不太行，很棒。我觉得不行，被追的时候就是什么忍术奥义西瓜快跑。太重了，但是感觉会很难打到哎、欸。嗯，就是你在追人的时候，人家一边跑一边跳，你也一边跑一边跳，会被就飞走卡住，会只有上下层之差、啊，一定会有啊。对啊，那要下来比较辛苦，要慢慢打。嗯，那这样光是在探险洞窟就更辛苦了吧？你就往下、啊、下不去，下不去。天哪！哎、欸，这样不缺食物很棒啊。对啊，是啦，不缺食物。都不用想食物的事情，绝对不会饿着了，对不对，阿纪？这变移动迷宫耶，这个不知道。天啊，这是玩跑酷吧？哎呀，掉下来！观众，你看多用心啊！哇，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呦，为什么都知道啊？这是考验迷宫。OK， 西瓜迷宫。哎小，哎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哎，我因为那个西瓜的关系，我走到框框，我现在直接摔到下面村庄里。哇，上来吧，上来吧，这好危险呢，处处危险。扑太出去了，我可以先观光一下村庄长怎么样了。扑太出去了，不行啊，我们不可以。分队，我们一起随机物资箱好不好？好，快速场嘛，一开始。好 ，OK OK， 有没有主场优势？哇，主场在对面，哇，难打了，完了，对，主场优势，完蛋了，下去，好，哎，我不用动。你不用动，我不用动，我还在晃神，不要用西瓜。下去啦！你下去啦！你下去，下去下去。啊，我要下去哦。对，哎，你是跟巧克力一队的。没有，他其实是间谍。这个也有间谍。我卡住，出不去哎、欸，这里上不去，这里没有路。哎、欸，这个一共
有点卡、啊。哦，我跟娜吉被卡住了。有了有了有了。四打四哎。我们。啊。哇啊！开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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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你刚开始怎么就死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他按错什么东西？一来就死的。哎，他刚刚打过指令。按到、哦、那你复活自己吧，你复活自己。直接切生存吗？对，直接切生存就好了。好，我回来了，我复活了。你复活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那个穿着鞋子吗？还是可以不用？他说一定要穿着穿鞋子吧。穿。他说一定要穿鞋子。啊，干嘛？我在水池里面，他掉下去。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吗？救我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游不起来哦。他有高一个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你有高一个。接着，起来了。哦，好。身上有这个、啊。耶、yeah。作者的头哎、欸。可能他想要宣传他自己。没关系，我带着他的头来完成这一场。先找西瓜，不需要找西瓜、啊，旁边就是了哦。哎、欸，我看自己变。找什么呢？我吃胡萝卜。啊，你吃胡萝卜？吃西瓜就好了。有胡萝卜。我看到大题嘞。好，打他！你不是我看到那题了哎、欸，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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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爆他！哎呦，这个路要怎么走啊？这个路真的难走，真的不还不能跑跳哎、欸？对啊，只能单纯的跑啊！巧克力，巧克力，等一下，巧克力走开啦！哇！晃神，想说谁打我？他们为什么那么快就做好东西啦？还有搞高哎、欸，被那吉吸引走了啦！这到底在干嘛？这也太好笑了，那个超难走的。啊！这世界快要被西瓜覆盖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有穿？你们怎么没有穿鞋子啊？可以不穿吗？应该可以不穿吧。他说一下、欸，他不是说要穿吗？大家都说要穿吗？他说一定要穿，不能拔下来，完全不能拔下来啊！嗯，说不能，那不就那不就完全不会下降？你可以打自己脚下方块啊！哦，好啊，好啊！加油加油！你快砍死了，你快砍死了，你快砍死人了！加油加油！哇哇哇！啊、可惜，不行啊，三个人围剿，哈迪加油！隐月跟杰克快死了，杰克跟隐月都残血，嘿，对，跑高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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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他们追。哎哎哎哎哎，你看有让他窒息，你踩他头上，你看有让他窒息。哎嘿，哎、欸、他来他来了，杰克好快，哇你被打了你被打了，就在盖大楼。谁比较高啊？谁比较高啊？高啊一百多层嘞，比较高。哇！爬不起来，爬不起来！谁比较高？谁比较高？这个上面有一个更高的、欸，哎哎哎，不对，没有，那是我们盖的，那是我们盖的，对，那是我们盖的，哇，欸、你已经那么高了、欸，对，去我们上面的平台，加油加油，去上面的平台，我上来了，盖建筑哦，真的在盖建筑哎、欸，真的是世界奇观哎，这个，对啊。哇，超级高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那吉嘞，那吉怎么去哪？对啊，他消失了，他怎么不见了？他自己一个玩得很开心啊，很不见了，自嗨型，自嗨型。有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有高限制吗？难道不会饿吗？啊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哇！哎、欸，哇、哦，你下去杀一下哦。碰到头，隐约深一点点，隐约深一点点，隐约两滴而已。哎、欸，会怕！哎、欸，巧克力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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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自己在那边挖西瓜，他往下走，要逃了，要逃了！欸、哦，这好刺激！哎、欸，巧克力想打你，他想打你，他想打你！我要来先截个图，这个实在太壮观了。会是，会是。哎，这是种西瓜大军。对啊，大爆！哇！
哎、欸，哇哇哇哇哇！里面骨头，哇，可惜了，高层了，最高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赶快截图，赶快截图，当封面图，当封面图，截图截图。这个当封面图实在太适合了，我不一样，我的适合哎、欸，我的不一样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很壮观，很漂亮哎、欸，不一样。对啊，天然建筑哎、欸，我们踩过的痕迹。对啊，哇塞，赶快多截几张。而且还有螺旋楼梯耶，你看，各个跑这么快啊，角度都截，西瓜塔，你们也太嗨了，西瓜吃塔，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洋洋对不起啊，我一开始复制错了，直接被 Q 了，8.6，我没有看啊，我就直接按，我复制对了。我死的好冤啊，直接剧院指令你就死吧。安静，你刚刚速度超快的人，还用飞的？对对对对对。我真的一直按着空格也都追不上你那个。人家跑跳啊，超级高的啦，这个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超生气。西瓜放弃沟通。哎、欸，而且 还不错，还反杀两个人。再来啊！我觉得这个会玩上瘾的。玩下一个地图了，下一个啦！哎、欸，收圈了，收圈了！第二阶段收圈，每个地图都有那个血血这样。感谢礼物。我觉得他这指令已经做了很久，我们可以多体验一下。他做多久？他只需要一行指令就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相信你都没有做过。你是 cute 的，再加一个 set block 就好了呢。你都没有做给我们玩过，我们不相信。我做一个其他的好不好？你要做什么？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。我们要一个往上跳，脚下有西瓜，往上跳头上有西瓜的。他这种移动啊，你只能前进后退、欸。对啊，如果跳一下，你头上有方块，不都闷死啊？直接死亡。不准跳。你要不要干脆把它改大、啊改成大一点的、啊，走下去三乘三，三乘三吗？你是说跳一下下面三乘三九格吗？对，哇塞，超大哎、欸！我们就不会啊，就需要你啊！就在等你这句话、啊。对啊，等你改啊！等一下限高128喽，有条喽。好，飞太远了，飞太远，追不到。飞到我们一开始的重生点去了，好猛的！而且我们哈基还直接摔到水井里面，一开始很会很会，很快就走下去了。那等一下鞋子一开始就要穿哦，然后不能脱、啊，是不能脱，对，就不能脱规定。啊、这次复制对了，不会弄错了，对不起。哈基你要。你要找到他指令方块啊？不用啊，他是 function 的啊，他 function 要你那边改完直接 reload 就好了。那我那边改，可是我不会改、啊。跳一个三乘三这样吗？你把 function 它还是你先丢给我 sky 的，这场先继续，下一场再改。哦，哎呦，资料夹里面有个 function。哎呀，哎呀，嗯，还是要交给哈基啊。嗯，虽然是很不想改了。等一下方块代号就换了，可以。下次如果要玩，可以改成下面是冰块啊，改成可可豆啊，改成可可豆啊，怎么豆这么难懂哎？怎么样？脚下都是泥巴。天哪！好像走路一边跳一边大便的感觉啊，好恶心哦。欸、我传给你啊。128，下一场是不是？那我们这场先继续。怎样？我的 Skype 好像坏掉了，打不开。哇！那我们网路挂了吧？我这边红灯。哦，路挂了。叭叭，再一个礼拜，再一个礼拜就好了。再一个礼拜，再一个礼拜再见了。我怎么红色的花纹特别杂？这个不是混凝土吗？还是它是陶土？这不是混凝土吧？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陶土吧？陶土，陶土啊，它是陶土。嗯，这是陶土。网络爆炸啦！想要是混凝土啊，然后深红，这是红色的混凝土了。嗯。
描述一下。网络大爆炸，不会动啦、啊！啊，你们在卡吗？我这边网络不会动了，红灯。他们一定是载太多，不能。那他几载？那你能动吗？载太多东西。你能动吗？因为 SK 载东西吗？可以动啊，但是。但是你连 NONO 那边就断、oh. 就红灯了。QQ 你现在是接龙是不是？一定是我。QQ 后面要接什么 ？QQ 等我一下，我这边答案先丢冒号 ，DC 给我了，我 SK 导线。为什么要冒号？好、啊、，QQ 群呢、啊？好，好哦，好哦，好哦，一下子突然不知道怎么回。问 QQ 后面要接什么？不知道。YY。哇，他们是说挂了。他档案过大哎、欸。哇哇，那就我先丢到那个云端，等一下传给你。档案过大，那就用 RC 传啊 ，RC 可以传四。还要多开 RC， 太麻烦了吧？云端啊，云端最快了。云最快。越来越麻烦。USB 啦。用 USB 哦，就寄过来，对啊，USB 寄过来更快啊，寄超久。我先等一天再接，重点是明后天还是礼拜六日哦。没有寄送，寄限时大概还有两到三天。哎，想要看欢乐赛吗？礼拜一哦。我们台刚好、啊、这样，礼拜二正式场就玩这个，有没有？哦哦，聪明。阿纪直接说我不玩了生气了这一届不玩了